等这边，我教你们怎么玩。哎，我还是不要讲好了，你们自己看。两亿，等一下，没事，我收回。今天把主线解完了，就这个。那这要怎么呢？我闭嘴啦！他一直在那边等，你是要拉下去哦？哦，你看，超爽的游戏，他就这样这么迷人了，那就可以。Oh my god！ 哇塞，太夸张了吧！那今天很顺，按了就好了。那我们家全新的成型，好，这边开始成型系统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它这么火红吗？就是这样啊。那其实这个又可以称为主机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那为什么在这游戏会这么狂的地方？因为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这种主机的感觉，然后我都会叫它是粉粉。哦，你看粉粉。粉粉，天哪，超吸引人的耶！110级，所以那边是主城吗？我就大已经爱上这个游戏了，那真的太漂亮了！天哪，太夸张了！怎么看？